你的炮声听信神秘王者的位，回到洪彩玲的梦境一查结果。素环境真正令自由出入我百姓的定宫。彩玲是你吗？是你吗？我就这样你回到我的身边，又是洪彩玲，真是使我恼恨，我必亲身将你拍死。有人讲呀，又是你，为何你如鬼魂一般附随在我的背后？敢有这种大事啊？一岁无，时间渐快，人口渐衰，你我偏偏经常亡命，莫非咱是有缘分？什么缘分？是你，你伫咧监视我？哎呦，我别讲，我家己的代志一大堆，哪有时间来监视你？唯有水翻头。像你这种的心思债主，正暗路来这创啥会？是不是来后悔？我也没问你来这创什么，你都先问起我了。哎呀，像我这种的穷光蛋，无钱大气散，只好来这过夜。请问你嘛是来这过夜的吗？我才无像你，无半点的经济。未歹未歹，到你家实在未歹。对于大族人接受，心胸才会宽宽。也既然你无想要大只贵呀，那就请你赶紧离开，唔通妨害我的困眠。你不能在这个所在困，是安怎？这个坟墓是你的，也是这块地是你的，唔是？也那唔是，我就会当安心困咯。我不准你在这所在困。哦，你这个人真霸道呢。现在的社会，像你这种的待人处事的方式行不通。你爱我离开可以，但至少你要讲到我欢喜，讲到我甘愿。来一封无极空药。两位狼鸟划破天空，如流星光棍一击即昏。无愧卡天，无愧江湖，一朝点相亲。你这种骨气，啊，我的胃口。杀！啊！
临时的依我罪的，小心我杀了你。咱之间也无挂钩，我乃甲你作对呢？这个人我是不愿强还，不怕不力，威胁我是无路用的。有言道，君子行道理，嘛行道理。你铁三片，你要赶我走，总该爱有一个理由吧？我头也看到你，尽量开吧。王进客在这个所在困些感冒，也是找一间破庙鬼也比较安稳。好吧，让你让你，卖讲我不近人情。哼，这个空手浪费我不少时间。关键你是谁？素环境，你注定魔君在此。